好，这一点呢，我开挂股，然后然后我这一点是 X 等于4X。它减小，我就有8，188，24，8，然后 c 是减，OK，所以我 x 跟4，它号码中间的号码不是非常大的情况之下，我都会用100这样，号码很大的时候我才会用。这个加，这一点呢之后，3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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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OK，然后相加加二 x 一样，然后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是，这一边呢，这一个呢，就OK，3x 5x。然后五二学二一二，这一个首先你一定要把减抽出来先，这一个前面是减，你一定要把减抽出来先，OK，因为我教的方法是建立在我的 A 是 positive，OK，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把它 x 五 x 一。然后 b 是加大的放加小的放减，因为这个乘出来的然后把减抽出来的时候，18x² 减 3x 减一，OK，3 6 18 1 1，然后 b 是减大的放减，这个放加，然后这一边的话呢，是3 2 2 2 x 2x。133，然后加，OK，B 是加，同符号 B 是加，相加2x 加6x 8x，OK，这一边的话它是减相加，然后 4x 加 3x 7x，我就直接 x 跟 4x 3跟1减 4x 3x 加起来是 7x。4x² 减 3x 减 4x 减 7x 加3等，OK，这个虽然讲它可以144133，这个算是来个突然这一题的话呢，我这一边就 2x4x3133266 减42，然后你是加大的放加，这个放加，这个放减6x4x6x 减 4x，然后这一边的话。那是2x3x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32，然后 c 是加或减减，b 是减，OK，所以这一边是 9x4x9x 加 4x3x，OK，所以其实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做这样快的原因是因为我在我脑海中我就有416，然后23。后面也是1623，所以总共有八种可能性，我很熟了，所以我就知道，我是选了这个可能性。然后事实上呢，它还有很多种，就是还有另外的七种可能性，我直接一个一个这样去排除了。然后我排除的方法呢，就是说我通过这一边这样，这两个乘起来，这两个乘起来，这样，OK。